搏鸡蛋搏失败的，来试试搏蒜吧。先在肋排的背面插孔，方便入味。萤火的配方在屏幕上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苹果片会带来不一样的口感。给肋排做个马杀鸡，用锡纸包起来。我的这条肋排会比较厚，所以200度烤了40分钟。大白兔都有吃过吧？红茶家里都有吧？简单的组合一下，就变成比奶茶店还好喝的奶茶。不管是奶香还是茶香，都特别的浓郁。40分钟到了，取掉锡纸，再烤20分钟。你们看看这滋滋冒油的表面，沿着骨缝切成一块一块的。这才叫真正多汁嘛！抽掉骨头，用生菜这么一卷，你们可以想想，这得有多好吃啊！